Okay, 好 ，so today we will go through this topic. Okay, model ulasan. Okay, 就是我们要怎样写一个 ulasan 呢？ 所以每次我们写 ulasan 呢，它都会给我们一个 这个题目先。 Okay, 这个是那个题目啊。 Okay, lihat raja di bawah ini dengan teliti. Berdasarkan maklumat yang terdapat dalam raja tersebut, tulis ulasan yang panjangnya antara 80 hingga 100 patah perkataan. Okay, 就是说, 你每次写这个ulasan呢, 你的字数呢, 只能够, 然后多少个字? 80到100个字罢了。 Okay, 不可以太多, 也不可以太少。 Okay, 所以我常常建议学生写这种ulasan的话呢, 最好是写接近100个字啊。 Okay, 并不是讲写80个字不好了。 当然，如果你写多一点的话，那个可能改考卷的老师可能就觉得哦，这个学生哦有料哦，可以写那么多字啊，而且又不会讲太多啊，对，写100个字就刚刚好哦。当然，如果有时候你写多，maybe两三个字也是可以接受的啦，写100、大概03、04都可以的啊，不要超过太多了啊。比如说超过105以上就算是很严重了啊。OK，好，所以今天我们会讲到的题目，OK，是什么题目呢？就是这个了。 langkah-langkah untuk menggalakkan masyarakat senang. Okay, 我们有什么方法可以鼓励这个社会去运动? Okay, so menggalakkan是鼓励的意思啊。 Okay, langkah-langkah是方法了。 所以langkah-langkah其实跟 cara-cara 是一样的意思了，都是方法。 Okay, 方法。 好, menggalakkan是鼓励。 如果不懂的话，写下来了。OK， 马沙拉嘎是社会咯 ，personal 是运动了。OK， 有些不懂意思的就写下来了哦。因为你们不懂说是 personal 嘛，来写下来了，它是叫做运动了。好，所、so, 以这个题目呢，它有三个 point 啦。第一个 point 就是，mengadakan campaign mari bersenam。OK， 新义懂什么意思吗 ？mengadakan campaign mari bersenam。 知道吗？什么意思？录影啊？不是录影 ，OK， 它是蒙阿德干 campaign Maria 什么？什么是 campaign？campaign 可以讲是类似一个讲座会这样了 ，OK， 一个活动了 ，OK， 就举办一个讲座会一个活动了，来讲解一下一起运动的重要性啊，所以你们懂什么是 campaign 的 ，OK， OK。 还有时候在补习交流体育馆那边，不是有时候有一些活动啊， campaign 这样的呗，这些都是 campaign 咯，还有 activity personal program ramai diadakan pada peringkat kampung，OK， 我们可以举办这个群众的这个运动啦，群众一起运动在这个 kampung 里面，在一个 kampung 里面咯，OK， 还有就是 menambahkan prasarana personal，OK， 千峰懂不懂 prasarana 吗？ prasarana. prasarana 其实是公共设施的。OK， 它跟科目的汉字一样的意思。OK， 公共设施了。OK， 就像今天你要鼓励大众，社会所有人一起运动的话，你一定要有那个公共设施咯。比如说，如果今天你的公园里面的公共设施全部破坏到完了，哪里还有人去运动？ 所以这三个呢都是他给你们的这个朗嘎了 ，OK， 所以你们一定要用这三个 point， 你们不要讲，这个 point 我不懂什么意思啊，我放弃掉哈，我写我自己的 point 下去，不能够的 ，OK， 一定要用他们给到你的 point， 所以 that's why 五拉三也是不简单的，如果你们今天看到有个 point， 你完全不明白那个 point 的话，这样可能就真的是会完蛋了，所以你们要真是要看多点马来字。 看多点那个马来新闻啊，或者看那个 subtitle 啊，比如说你们看戏啊，下面有马来 subtitle， 你们可以看看的 ，OK， 这些都是可以增加你们的马来文的，好，所以首先我们看看下面这些 ，OK， 它有本大胡乱，什么是本大胡乱？本大胡乱的意思就是，
好，开头了啊，每一次写作文呢，记得了啊，要有开头，然后依序的话一定有三个咯，三个依序，然后一个 prologue。OK， 这个是五拉三的 format 了啊。当然你们考试啊，你们是不用花时间自己写这些 point form 这些的，好，不用了，你们可以看了这个东西，但是看了这个题目，你们可以直接写作文了。OK， 啊，我是怕你们呢，来花太多时间在写这些 point form 啊，到时候啊。反而没有时间写这个作文啊，因为最重要是这个作文啊，有分的这个作文啊，这个 point form 呢只是让你等下写作文的时候能够哦更加的明白咯，写什么咯，而、啊、不是要离题这样啊。OK 啊，当然我是不鼓励学生啊花太多时间在写这个 point form 这边。OK 啊，所以首先这个搞乱呢，我们要本打胡乱了。OK， 好，来新一宝练一下这个本打胡乱的这个句子。啊 ，Hello， 听到吗，星一？啊，没有，老师刚卡了。OK， 卡了。OK， 啊，来练一下这个本打胡乱的这个 point 啊。Activity personal memory gun impact positive kepada masyarakat menjadikan activity ini sebagai amalan terdapat beberapa langkah. OK， 对了。OK， 首先，开头呢，我们可以先讲一下了啊。啊，就说运动呢是一个可以给社会带来一个正面的 impact。什么是 impact 呢？啊 ，impact 可以讲是后果这样了。跟后果的意思差不多一样的。好像科三也是后果对不对？啊 ，impact 也是后果了。我们留在 impact positive 啊，就是正面的后果了。positive 是正面嘛？啊，我的马上来看，给社会带来正面的后果。来，我们加的看 activity ini sebagai amalan， 啊，beberapa langkah， 然后他就讲了，如果把这个 activity 变成一个 amalan， 变成一个习惯，我们有一些方法了。OK， amalan 呢，可以讲是一个习惯的意思。OK， 通常乌拉善、的开头是很简单的、你不用想到很多很多写常常这样，因为乌拉善的第一个 开头的只是一个句子、或者两个句子就可以写得了、你不要以为好像那种、长篇大论、那种六段的那种、本大乱不是，因为这只是乌拉善罢了。 OK、真正你们需要关注的是EC、看到吗 EC 的书乱。 OK、EC 的书就是主要的 point 了，然后还有 EC 的习惯， EC 的习惯就是你的呼来样的，你每个 point 都要有一些呼来样的、好像第一个能阿德干 campaign Marie person up， 这个是刚才的第一个 point， 所以它的 EC 的习惯有什么呢？ OK， 所以可以讲到是这个了。 OK， masyarakat diajak untuk bersenam meningkatkan tahap kesehatan diwawakan melalui media massa。 OK，就是说好像他的主要的话是讲举办这个campaign， 一起来做运动的 campaign。 所以我们要怎样呼来这个话，我们可以讲呢就是所有的社会上的人士都被邀请，李阿家是被邀请的意思了。 OK 不管你是男女老少都被邀请来一起做运动了OK， 很多 personal and then 你应该干打哈口舌蛋啊，那你可以讲一下咯当一起做运动的时候可以增加什么？可以增加那个健康的程度啦。OK 你应该干打哈口舌蛋 and then 底挖挖干马路比较马上，什么是底挖挖干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社交媒体来宣传了底挖挖干可以讲是宣传。OK， media massa 就是社交媒体比如什么社交媒体 ，Facebook 啦，Twitter 啦 ，Instagram 啦 ，YouTube 啦，我们可以通过这些社交媒体来讲我们一起来做运动可以增加我们的那个那个健康的程度了一起来参加这个 campaign Marie Persona。 好，然后我们来看。下一个 ，OK， 第二个 point，
activity personal diadakan pada peringkat kampung. Okay, 在甘榜的本干，在甘榜里面举办这个 activity personal。哎，好，这个我们可以怎样呼来耶？这个 point， OK， 我们可以这样子讲了 ，OK， dilakukan secara beramai-ramai 咯，因为在甘榜的话，基本上你们他们在甘榜里面呢，通常人和邻居们都是很 friend， even though 他们不是有血缘关系的。可是通常在甘榜里面的人他们都是很 friend 的 OK 所以要一起做运动还是更加简单的可以大众一起进行 and then 把的胡中明固胡中明固什么意思周末的意思啦 and then 蒙耶马拉什么的 berada dalam kalangan masyarakat OK 什么是蒙耶马拉就可以好像鼓吹的意思啦鼓吹一个什么的 berada 就是鼓吹这个休闲活动的一个精神的你去做运动好过在家里只是吃饭睡觉做工如果做一些休闲运动的话人的精神都会变得更好了 OK 好下一个menambahkan prasarana bersenam 可以增加这个运动的公共设施了比如说menarik masyarakat untuk bersenam, membina dewan, gelanggang, dan badan permainan. Okay, 建立堂啊，球场啊，或者是那个操场这些，当你有这些设施的话，当然人们就会去做运动了。Okay, 好，本都读。Okay, 结尾。Okay, 来，前锋练一下这个结尾的这个 point。Aktiviti bersenamnya kebaikan semua pihak berus berganding bahu menggerakkan aktiviti berkenaan dalam kalangan masyarakat. OK, 通常结尾了，你需要做一个总结了。OK, 你可以讲了，运动确实是有很多的好处然后所有的人一定要berganding bahu。旋风，总总是berganding bahu吗？放弃放弃不是放弃berganding bahu 的意思是合作的意思他说所有的人一定要合作来鼓励这个运动鼓励这个大众社会里面的运动了 OK berganding bahu 是合作分工合作的意思 OK 它有点像是个谚语这样了可以写下来就是分工合作 OK berganding bahu OK 所以以后你们呢写作文呢要写到分工合作你们可以写berganding bahu OK 不要每次本科就summer罢了berganding bahu的话更加好OK 所以就是这样子了你们可以看到它的bernudo跟本刀那些同学一样的一开始bernudo就讲了运动可以带来很多正面的后果然后不如也是一样了当你运动的时候可以带来很多的好处所以很多时候你们的结尾跟这个开头写的那个句子可以差不多一样的不要完全100%一样了可以改一些字样好像一开始要讲 impact positive 正面后果结尾写可以带来很多好处了都差不多一样了好现在我来看真正的那个答案来看他们看他怎样写好OK 来星一你先练一下这个句子吧 OK 练到去这边马达拉曼营地这边Activity personal merupakan activity yang memberikan impact positif kepada masyarakat dengan itu masyarakat haruslah menjadikan aktiviti bersenam sebagai amalan terdapat beberapa langkah untuk mencapai malam ini. Okay, 好，所以他讲了，运动 ，OK, aktiviti bersenam merupakan aktiviti yang memberikan impact positif kepada masyarakat. OK, 它是一个活动，可以给我们社会带来一个很正面的一个后果。OK, 就跟他刚开始的那个 point。一样了 activity personal dapat memberikan
OK 啊，然后他讲了 dengan itu， OK， 什么是 dengan itu 啊？行，你懂吗？什么是 dengan itu？ 啊，嗯 ，dengan itu 的意思是因此 ，OK， 可以写下来，因此 ，OK， 啊，这个字也是很好用的啊，很多时候我们写作业用到因此这个字。啊，因此 ，masyarakat haruslah menjadikan aktiviti personal sebagai amalan。因此，社会呢应该把这个运动的这个活动啊，当成是一个 amalan， 当成是一个习惯。然后讲了，得到把 beberapa langkah untuk mencapai mencapai ini。所以我们有很多的啊方法来达到这个啊成果 mencapai ini。OK， 好，然后呢就可以开始写啊第一个 point 了。OK。好，来，千峰，你帮我练一下 ，OK， 从这个安达拉呀，练到去那个米迪亚杰达这边 ，OK， 来，啊，安达拉呢，要来 mengadakan kampanye mari pesanan menerusi kampanye ini masyarakat diajak untuk pesanan agar dapat meningkatkan。tahap kesehatan mereka kampanye boleh diawalkan menerusi media masa sama ada melalui media elektronik ataupun media cetak. OK， 好，所以他有讲了，其中一个方法哦，就是啊，举办这个 campaign Mari Bersenam， 来举办这个一起来运动的这个 campaign 了 ，OK， 就是刚才的这个第一个 point 了 ，OK。好，然后我们就出来了。我要记得，我们不要以为哦，什么第一个 point 句号，第二个 point 不可以啊，一定要有 right，OK、okay? 啊，你没有 right 的话，你也是没有分啊啊。所以讲了啊，通过这个 campaign menerusi，OK、okay? 就是通过的意思了啊。如果不懂意思啊，写下来啊 ，menerusi 是通过的意思 ，OK 啊，这样子的 ，OK 比较好 ，OK。好，本来就是一个 campaign， masyarakat diajak untuk bersenang， 所有的社会人士呢都会被邀请来参加这个运动。啊 ，agar， 什么是 agar？ 啊，星一，懂什么是 agar 吗？啊，这个我之前有跟你们讲过了。啊，嗯 ，agar 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啊。就是它跟一个马来文的字一模一样意思的 ，OK， 它跟 supaya 是一样意思，懂什么是 supaya 吗？请你，以便。对了，以便。哎，这阿嘎也是以便 ，OK， 他讲了，通过这个 campaign， 所有的社会人士呢都会被邀请来运动，以便可以什么？当然是以便可以提升大哈和下蛋白个咯，提升他们的健康水平了。OK 啊 ，morning 干是提升了 ，OK， 大哈就是水平了，可携带健康啊 ，OK 啊 ，and then campaign bullet D， 哇，刚刚他讲了啊，这个 campaign 呢，啊可以啊被宣传，怎样被宣传啊 ？Menerusi media massa 通过社交媒体来宣传了 ，some other，OK，some、okay, other 就是说好像啊好像赶的意思啊，啊除了 media massa 我们啊也是可以通过。啊 ，media electronic， 啊，大部分 media cetak， OK， 啊 ，media electronic 就是电子媒体了，或者是通过 media cetak， 就是啊那种报纸啊、传单啊，啊这种叫 media cetak 了，就是印出来的 ，OK， 啊，看到吗？啊，它一个 point 就用两个句子来出来了，啊，这个是一个很 standard 的一个啊一个写法了，啊，刚才我们写一个 point 之后，我们可以用两个句子来出来这个 point， 啊。好，第三个 point， OK， 来，不是第三个，第二个 point 啊，来，先练一下第二个 point， 啊，从这边练到去，练到来这边了 ，OK， 好，沙拉干这边，好，好的，培英哥，主要我当角色，可马上公布 activity 是哪款玻璃的牢固感，再加入。Ramai-ramai pada hujung minggu, aktiviti ini boleh menyemarakkan semangat berada dalam kelangan masyarakat.
对了，OK，他就讲了把他不应该讲到高山可巴江甘蹦，哎，在啊甘蹦里面的这个这个委员会里面呢，OK 啊，So activity 本身呢不来底的，刚刚说起来不拉白老板，OK 啊，这种运动呢，我们可以啊一起来进行了，在湖州民谷周末了，因为周末通常都是休息的嘛。啊，休息的话，与其休息在家里，啊，不如去运动。啊，activity ini boleh menggerakkan semangat berada dalam kerja mereka。哎，这个活动呢，可以鼓吹啊这个休闲啊活动的一个精神啊，在啊社区里面呢，dalam kalangan masyarakat。记得啊，kalangan masyarakat 啊，我们不可以用 di kalangan masyarakat， 我们用 dalam kalangan masyarakat。OK 啊，因为这个不是一个空间呢，啊，它是。社会的人士的意思，所以我们用达拉嘛啊，很多人很喜欢写啊，嘎啷个嘛，但是底嘎啷个嘛，啥个啊，底达啷嘎啷嘛，啥个不是 ，OK， 达拉就可以了 ，OK， 好，下面看最后一个 point，OK，、okay? 啊，这个 point，OK，、okay, 从底上边一度，哎，大家换一下颜色，啊，从底上边一度这边练到去。这边呢，啊，来旋风练一下啊。第三边一度那边，第三边一度的老将，juga mesti menampakkan perasaannya untuk bersenam di sesuatu tempat sebagai tarikan atau masyarakat bersenam dan berkreasi antaranya adalah dengan membina dewan pegangan dan para permainan. Oke, 好，第三边一度。OK， 什么是第三兵一度呢？啊，懂吗，心意？什么是第三兵一度？啊，嗯，前面有讲过吗？第三兵一度、舍莱因一度、坦巴汉布拉，啊，这些都是同样的意思来的。什么意思呢？啊，除此之外。对了，除此之外 ，OK， 啊，好像有时候啊，你写这种 point。的这种作文啊，你写完第一个 point 过后，你要写第二个 point， 你可以写咯。除此之外，我然后就继续写啊。好像这个是第三个 point 吗？他就加一个除此之外咯。第三边一度，他讲了政府 ，OK， 科拉加安是政府啊，记得啊，政府呢也可以 menambah prasarana 增加这个公共设施了。OK， 好啊，第三个 point 啊，好 menambahkan prasarana， OK， prasarana untuk personal， OK， 啊。增加这些公共设施啊 ，for 运动啦，啊，底层都是登坝，在某一个地方啦，什么该达瑞干？什么是达瑞干呢？啊，达瑞干就是吸引力的意思了。OK， 啊，你有，比如说今天你要家对面有一个篮球场，你就当然会去打篮球了，对不对？啊，相反，如果你家对面是一个空地，啊，长满野草的话，你肯定不会去运动了啦，对不对 ？OK， 啊，所以政府也是可以扮演这个很。大的一个角色啊，就是建多点这个啊运动场了啊运动场所，哎，因为它可以成为一个打力杆，一个吸引力，温度，马上来个 personal WRC，OK 啊，为了让社会人士可以啊运动跟 recreation，OK 做些休闲的活动了 ，OK 啊，然后他就给一些 example 啊比如可以建什么啊 ，Andalanya 就是其中的意思了啊，其中啊我们可以建。Dewan 哦，比那 Dewan、格朗冈球场，还有巴当本麦南啊，操场了。好，最后 ，OK， 来到最后了。来，星一练最后的这一个句子啊。Sesungguhnya aktiviti bersenam banyak kebaikan oleh itu semua pihak harus berganding bahu yang menggalakkan aktiviti bersenam dalam kalangan masyarakat. OK， 好啊，刚刚你读错一个东西啊。OK， berganding bahu untuk menggalakkan， 而不是 yang menggalakkan 啊。他讲了 sesungguhnya， 哎，有时候结尾你们可以写这个 sesungguhnya 了。哎，就是好像啊，可以这样讲呢 ，sesungguhnya 就是说基本上的意思了，或者是。总结来讲啊 ，OK 啊，总结来讲啊，运动呢有很多的好处 ，OK， 所以是松姑呢，你们也是可以记起来啊，结尾都是可以用了啊。当然，
如果你不用说中国，你可以用 akhirnya 或者是 kesimpulannya 都可以的。oleh itu， OK， 它用这个因此了。哎，啊，这个 oleh itu 啊，跟刚才我们那个 dengan itu 是一样的意思来的。OK， 看到吗？ dengan itu 是因此， oleh itu 也是因此。OK， 看到它的开头跟结尾都有用到因此，把它们用一样的字。OK， 这个就是显示这啊厉害的学生了。如果你是没有那么厉害的话，可能你都会开头用等安一度，后尾用一个等安一度，然后这样子的话，那些考官就觉得，哎，这个学生想不到其他的字来写所以讲因此什么 behak harus berganding bahwa 所有的人应该要互相合作 untuk OK 就是为了 menggalakkan activity personal dalam kalangan masyarakat OK 为了鼓励这个运动的活动啦在我们的大众社会里面的 OK 看到吗又是达朗嘎朗嘎马索拉盖不要只是达朗嘛达朗嘎朗嘎马索拉盖是更好的好所以这个就是安设了 OK 一个五拉三所以希望你们可以真的是明白了其实五拉三并不是很难吧非常的简单好